小鬼不选，我知道。现在请你独自前往餐厅集合。还用再说一遍吗？好尴尬啊，你们整得太尴尬了。知道了，独自前往，我们跟他一起去，我就喜欢看热闹。不就是吃饭吗？又不是没有一个人吃过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的话。别对不起，我还在这坐着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很快就会来的。嗯，头都不回啊。这个时候先回头的人就输了。我要昂首挺胸。我本来就很惨，然后还要被你们先赶出来。哎，在这一生没有这么自卑过，感觉没人要一样，你知道吧？我好惨了。